逃斧刀呗，不敢打架，打不过他。他这个盾很厚啊 ，A 不爆的。 有点超模，有点，打不过他，咋整？不知道怎么打。 哪有一些游戏都不玩了，黑子杠精，发了一些愚蠢弹幕。说实话，刚哥笑一笑就够了，基本上都不回复的，很愚蠢啊！只能说你真的有点愚蠢了。 坐不坐阵都打不过，怎么操作嘛？还不掉血呀？这什么英雄啊？怎么能这么玩游戏？你这么荒谬好吗？ 别抓了吧，感觉能抓吗？我估计应该能抓，但是我不能跟他 all in。 这玩意打不过两个，但一打一他妈随便打。这玩意好容易被抓呀，他打两个的话，输出打不过来，好像。太夸张了，有回复，有盾。 有控制，有加速，哈哈，他这个就是纯纯没就一个没位移了啊！这他妈一个回伤题了，这就是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离谱的英雄，我也不懂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离谱的英雄，这游戏机制不能这么玩吧？ 这机制太夸张了，抓两次也炸不了。这玩意儿前面它就是不会炸的，而且这玩意一整局都炸不了。我这么告诉你，因为它的伤害是固定的，你知道吧？它一整局都炸不了，没跟你讲夸张的。 打这玩意你抓3波都得抗压，抓4波都得抗压，无论你叫人叫多少波，你都得抗压。你只能等你自己装备好起来之后才能看到我。他不掉血了，他这玩意对线不，蓝号太低了，他蓝号太低了，实在是，可以无限放这个破逼凤凰。
一直搁那烧你，然后你一上还得开个护盾，还有个零距离的博弈控制，所以说有点说不出来这玩意到底哪里弱的，但就是没人玩，不知道为啥。他没有 CD， 没有蓝耗，好恶心的一个英雄，怎么会有这种机制？改的什么玩意儿啊！真的是，改出这种英雄出来，真的有点畸形。不是给人打的，我只能这么告诉你。正常人跟这玩意对不了线的。但我估计这英雄没什么 carry 游戏能力，他虽然厉害，但还没有什么 carry 游戏的能力。这英雄是个混子英雄。不了啊，这玩意仙翁坛是无解的，感觉这英雄连鳄鱼都不怕，我感觉用这英雄打鳄鱼还不错，鳄鱼在外面先霸，他碰到这玩意儿估计也很无可奈何，应该是打不过回香体的，打不过乌迪尔的。鳄鱼这英雄这玩意好厉害啊，没办法呀，这英雄推线推太快了，而且状态也不如他，仙翁坛肯定没得打，这我能怎么办呀？你不能指望我干什么事啊，我没法做事，耐得很，这你妈跪我。设计师为啥要这么改呀、啊？아군이당했습니다玩不了游戏啊！我打他需要两件套，没有两件套完全没法打，只能不塔刀，因为他推的每一波线都是就是差不多五秒就能推完，加上能边打兵的同时边打我，所以我一辈子没有线权。这种英雄他不该被设置出来的，我感觉这英雄的大招该被移除。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。这英雄的大招不是一个正常技能，该被移除，我只能说该把他的大招加入 CD， 用了这个技能以后，起码他妈的五秒钟之内不能用，他能无限不间断的用这个技能就很他妈离谱，能一直烧你啊。真他妈无语啊！지금난대도전하는거냐这个游戏它确实是有下等英雄的，
有些英雄他就是可以不用操作，不用手法去赢，去赢你一些需要操作手法的英雄。这游戏确实是有下的英雄，而且非常非常下的。这个乌迪尔这英雄非常非常下的，感觉像个蚂蚁，这英雄贼恶心。你不是人啊，乌迪尔。没有，很多英雄 都是不下的呢，但乌迪尔这种英雄，你可能看我给他出手很好玩，当你自己面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英雄有多下的。这你这种旁观者，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呢？你有没有真正来玩？你发现我一直在处于防守一个状态吗？他可以无限推我线，无限过来打我，他可以当着我的面吃我塔皮，不掉血。这种鸡巴英雄他妈的就该被删除，他妈的！什么傻逼设计师设计出来这种玩意儿？这你妈脑瘫一个！能把这种英雄设计出来的设计师确实是个脑残，我跟你说，感觉脑子有点不好使。免疫控制，滚吧！我没法输出呀。啊！你居然把维鲁斯也杀了。一直有在那里一个人打好几个啊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为啥护盾什么可以无限叠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
枪都枪切死我，枪可以枪切死我。この度ハードルを下げます。这个游戏不能有这么离谱的存在了，可以离谱但不能如此离谱，这太荒谬了啊！如果这种不是下人英雄，那没有 那这个游戏没有正常英雄了，这种英雄可以说下中之下了，已经是你妈臭血沟的老鼠了，无法理解。他能帮助一个没有水平的玩家兑现世界第一剑姬，我只能说有点夸张了，有点感觉有点过分了，你这确实离谱了。他凭什么跟四一级对线还能占据优势，久居不下呀？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没办法，这英雄就是个低能儿，这英雄能怎么办？你无论有没有重伤，你都不杀对手，你有什么用呢？你打他没有伤害。真没跟你开玩笑啊，他这个就是有点离谱。너희들이노력할때난이루어내거든